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第九段，无上慧菩萨记诵第三首看起，诸佛所行进，于中无有数，正觉远离数，此是佛真法。这首偈子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的文字不多，但是他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。后五中，这个后五就是从这个以后，从第三首以后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七首偈，七首偈说什么呢？证明照见，这是证实，说明，诸佛如来，智照境界，像那心经里面讲呢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他用智照，跟凡夫不一样。凡夫讲见，见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照呢？照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见就叫做照，用这个字的这个区别在此地，不但是眼见，耳听，我们耳听音声，如果没有妄想执着在里面的，对耳听声音也叫照，就是六根起作用啊，都用一个照字，有妄想分别执着在里面呢，那就叫识，你看看眼识，耳识、鼻识、身识、意识，它叫识，识就是分别执着。这是这个差别在此地，那从这个地方就晓得，你看看诸佛如来，他们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，跟我们不一样，他能见到事实真相，我们见不到真相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，障碍了不是不见，不是不听，一样也起见闻觉知这个作用，可是外面境界扭曲了，就诸法实相啊，你见不到了，所以他这个地方用一个数来做代表，那么首先讲诸佛所行进，这个进呢就是俗进，我们看清凉的注解，初记证明照进，进皆俗进，又能所故，就是有能照，有所照，有能所，这是凡夫啊。那在诸佛如来呢，他没有数，即数而真，就是真妄不二啊。所以他不落在数里头。这个数的意思很深。在我们一般讲呢，这个数也当命运来讲。我们一般人有数啊。所以
算命看相的他算得很准，那什么？那就是有数。而诸佛菩萨没数啊，为什么没有数呢？就是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这个数，我们先讲浅的意思啊。在中国古书里面讲，十秒为爱，尘埃啊，尘埃是很小的，尘埃。中国也有这个讲法了，十个秒，这个秒是三点水，一个眼睛目，在旁边一个少，也就是渺茫的渺。十个秒啊，是一个爱，十个爱呢是一个尘，就是讲这个尘埃啊，尘埃是很小的，十个爱是一个尘。你看我们中国有这种讲法，这个讲法呢，跟佛法里面讲的小数啊，有很相似的，但是佛讲的比我们讲的微细。佛说用尘，也是用尘，但是它尘就有八种啊，就是大小啊，它把它分八种啊。你看我们中国人在讲的尘埃渺啊，这分三种啊。佛经里头讲的八种，八种从最大的叫牛毛尘啊，这个尘在我们中国地区是尘埃了啊。牛毛很细，在牛毛的尖端上，这一粒尘埃在那，它不会掉下去。你就像那个牛毛的时候，如果在高倍显微镜里面看的时候，可能会放得比我们指头那么大的时候。如果这个里头有一粒微尘放在这，它不会掉下去。它四平八稳的摆在这个地方，叫牛毛尘。那么比这个尘更小的呢？它把这个牛毛尘分作七分，七分之一呢叫羊毛尘，羊毛就细了。羊毛尘七分之一呢就分作叫兔毛尘，那就更细了。兔毛尘的七分之一叫水尘，水密度啊并不是很大，现在。在科学训练知道，水的分子，这个它当中空隙很大，这一粒尘在当中空隙里面钻来钻去没障碍，叫水尘。水尘的七分之一呢叫金尘，金属的密度大，金属。可是金属，你看在显微镜之下的时候，它还是好像一根一根的时候，它里头还是有空隙，在金属里面呢。它能够自由通过，它没有障碍，它是非常之小的。那么这金尘的七分之一呢才叫微尘，可见的时候这个微尘是的确是我们肉眼不能见了，我们肉眼老实化的时候就连水尘都见不到，好眼睛也许能够看到兔毛尘都可能都很困难，这个水尘是决定看不到的，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微尘，比金尘还小，金尘七分之一了，这是微尘，阿罗汉能看到。那么微尘还是能分，再分七分之一了。叫色聚即微，色是颜色的色，聚是聚集的聚，色聚即微，色聚即微还能分，再分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，那就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这个也叫灵虚尘，跟虚空做邻居了，这是最小最小的，所以它一共有八个数，
啊，那么在这个我们中国古时候啊，有这三个数，有秒，啊，有哀，有辰，啊，这个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呢，看到慧能大师开悟啊，那个寄诵里面讲的时候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这一句话讲呢，跟这一首偈相应。啊，跟这首偈相应，你看啥？这诸佛所行的境界，这个境界太微细了，我们凡夫无法想象。啊，那么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宇宙啊，没有数，没有数量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数量呢？正觉原理数，这个正觉了，就是佛。啊，那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呢，就是化身菩萨都是正觉，啊，初住菩萨就成佛了，是真佛，不是假佛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九住了，啊，这是说。他们在这些境界当中，啊，也就是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，啊，十法界里面都做不到，啊，十法界里面你看看，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但是在四圣法界，阿罗汉上面是辟支佛、菩萨、佛。啊，这是十法界里面的佛都达不到这个境界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还都有数，啊，只有到明心见性了，那叫照境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，他那个照镜是相似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经教里常常读诵学习，听佛讲讲多了，我们也明了。你像阿罗汉，执着虽然断了，执着习气没断。他已经就不在六道了，哎，这就说明六道里面有执着，纵然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只可以说执着比我们淡一点，他还是有。真正断掉了呢，六道就没有了，所以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阿罗汉虽然是执着破掉了，但是执着的习气在，啊，他已经不需要再六道了，啊，在四圣法界，啊，证得四果罗汉了。四果罗汉修什么呢？就是把习气断掉了。啊，他在这个四圣法界里，首先把这个习气。这个习气断掉的时候，他就不叫阿罗汉了，他叫辟支佛。啊，所以辟支佛没有这个执着的习气，啊，可是他有分别。啊，所以辟支佛要断什么呢？断分别。分别断掉了，他就证菩萨果位了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啊，那么菩萨果位，这个菩萨有分别的习气，啊，确实没有分别，他有分别的习气，啊，他要是把分别习气断掉了，啊，他就地位又上升了，他叫佛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十法界里面佛，也就是说。
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断了。啊，那还有什么东西没断呢？起心动念，这叫无明，这叫妄想。啊，他还会起心动念，但是决定没有分别执着，连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没有。啊，什么时候他真正能够做到与一切事出世间法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？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是一真法界现前了。啊，一真法界是我们讲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这个境界现前了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他没有这个无明断了，啊，就是妄想断了，妄想习气没断了。所以有十报庄严土，妄想习气也是断尽了，十报庄严土没有了，啊，剩下来一个，那真的叫不生不灭，永恒的长寂光土。长寂光土里面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物质现象，啊，那就是大乘教里面，啊，禅宗里面所谓“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”，那是你真正的自己。啊，这个东西在佛教里头称为法性，称为佛性，名称一百多个。啊，佛为什么讲这么多名称？叫你不要执着，叫你不要分别，只要是这个意思就行了。怎么说？你只要懂得是这个意思啊，千万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啊，老子所讲的好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。啊，你道可道非常道，你不要执着言说相。名可名非常名，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啊，言语跟名字全是假的。啊，这叫名字性空啊。啊，它是一个工具，啊，在教学里面用这个工具引导你契入境界，啊，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那么此地讲的境，境是素境，素境就是讲的十法界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部叫素境，所以这个素里面有内外。这说是凡俗啊，内凡是六道，外凡呢就是四圣法界，啊，合起来是十法界，啊，有内凡有外凡，啊，内外是从哪里分呢？内外是从执着分，执着没有了，那叫外凡，啊，只要有执着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，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。从哪里来的？从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来的。你就看不到事实真相了。如果你能把这层三种障碍放下呢，事实真相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说，净就是俗净，啊，这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就是世俗俗境啊，又能又守啊，能就是能执着，能分别，能起心动念啊，这能呢 啊所是什么呢？所就是幻象现象出生了。啊，你看你有这个起心动念了啊，这能起心动念了，有起心动念了，哎，宇宙出现了，我出现了啊，这就是依报正报吗？
宇宙是我们的医宝，我是正宝，那这我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我？那是自信的，都从自信里面，自信不生不灭，自信本来就是这样。当你没有起心动念呢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，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里的什么都不缺乏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不缺乏，他是圆满的啊，是智慧是圆满的啊，德行是圆满的，技能是圆满的，福报是圆满的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没有一样欠缺啊，不动的时候呢它不现象，所以叫常寂光啊，这一动呢，那一动就是起心动念啊。我们在还原观里面讲的，这是你看先讲一体，先一体，那一体就是常寂光啊，起二用呢，那就变成十宝庄严土了啊，那就是有了起心动念呢，它就现象了，就是慧能大师幕后所讲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是显，本自具足是隐，隐显不同啊，那就是常寂光啊。隐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啊。常寂光，你虽然它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存在，它不现啊。那么一动的时候，起心动念呢？万法出现了，能生万法，宇宙出现了，宇宙学你不能说它有，为什么？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这个境界就是常寂光净土的境界。如果我们一动分别的念头，马上常寂光没有了，常寂光就变成十法界的佛菩萨境界了啊，就变成十法界了啊。如果再有执着呢，执着六道轮回出现了，这就叫所啊，这就说能说所，能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所呢就是十宝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是六道，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啊。这个十宝庄严土算是一真法界，它这个东西出现了，哎、啊，所以有能有所啊。啊，那么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。在正觉现前，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，能源的智啊没有了，的能呢、啊就是你能够，你看能起心动念，能分别，能执着的这没有了啊，能没有了啊，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，能没有了了，所也没有了，所缘的境界没有了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，起心动念所缘的境界，起心动念是能缘，所缘的境界是十宝庄严。啊，实际上在常寂光里头，十宝庄严土也没有，只要起心动念，它就有了，它就现前了，啊，这件能所就有了，啊，所以能没有了，所就没有了，啊，那没有了是什么呢？经文上是这样说：能缘之至即极。
所缘的境界一亡，啊，亡是灭亡了，能极了，极就是极灭的极。我们前面讲缘极嘛，极就是涅槃，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第二句话：何其自性啊！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。啊，这是长久光的这个净土啊。即是定，那我们讲是禅定，即定。这个即是定中起的作用，不好懂啊！定清净心里头没有作用了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起什么作用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即二常照，是不是起作用？证明照见啊，这个照里面呢，就是不但是分别执着没有，起心动念也没有，哎，他能照。而且是常照啊，所以你说绝对不是起心动念的时候才有这种能力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才是真的啊，这很不好懂啊，所以我们也很难得，感谢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，让我们从这个实验里面呢，把这个佛经这句话了搞明白了啊。你看看谁有没有起心动念，有没有分别执着啊，这一杯水放在面前啊，可是在实验里面，你写个字贴在这个水瓶里面啊，贴上个十几分钟，你把它放在那个冰箱里头，摄氏-5°，它就开始结晶了，结晶放在显微镜里面去观察，它就现象啊。如果你写个爱感谢，那个图案非常美，我们这个走廊上挂着的，你们看到的，那说明什么？他会看的 啊是写个我讨厌你，这文字不管哪一国的文字，那我们外国文字不认识啊，哎，他什么国家的文字都一样，只要是这个意思呢，他那个反应结晶都很美。这是什么？这常照啊，这是极而常照啊，啊，照而常极。他虽照，他痕迹找不到。如果不是通过这个实验里看到的现象是吧，你根本就不了解。啊，那个谁他能听，他有见闻觉知啊。啊，不是试验的时候才想，不试验他还是有啊。啊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我们以善意对他，以恶意对他，的反应完全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一杯水，你看他四周围的环境，那些环境现的像，他有没有？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。四周围的音声，他听到了，他有没有感触？有。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他有没有感应？肯定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啊，一杯水如此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没有一样不如此，连尘埃都如此啊。所以佛说，一粒微尘里头有大千世界，这是事实真相。
啊，所以又能又所。那素从哪里来的呢？素就从起心动念来的，起心动念就有素了。啊，那个时候那是很极其微细，啊，一般人绝对不会知道。啊，我相信那些算命看相的都不是看这个素，他是看什么？他是看你那个执着的素，执着的素是最粗的。啊，分别细一点，分别是这个方便有余土，我们相信呢，算命看相看不到他们。那十八土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我们凡夫啊，这个妄想执着很严重啊，这个落在素里头。啊，就是了凡四训里面落在素里头。哎，他给你算命，给你看相，看得很准，看你的吉凶祸福啊。为什么你这个善恶很粗，很明显啊？他能够观察得出来，能够判断得出来啊，所以他看得很准啊。他们也说，那极善的人，素产生变化。极恶的人，那个素也产生变化，也就是说他不灵了，啊，看不准了，啊，一般凡夫的时候那很准确，啊，尤其像了凡那样的人，那是最准确的了，那叫标准凡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也不作恶，也不作善，啊，一生平平淡淡的这样过，就标准凡夫，那算的是真准。一点都不差啊。那么这些诸佛如来啊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士啊。你看，从初住往上去啊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，这四十一个位次，叫41位法身大士啊。再往上呢，再往上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为什么？他那个妄想习气断尽了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啊，还一品没断尽啊，所以41品无明习气啊，这就好懂了啊。无明是真的没有了，无明习气啊，极其淡薄的习气啊，等觉菩萨还剩那么一点点，那个断了，那就究竟圆满佛，那就住长极观净土了啊。这是说这41位真觉佛。他们呢，照见真的就像心经上所说的，照见什么？五蕴皆空啊！啊，五蕴是什么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前面四个，啊，色，啊，前面这第一个色是物质现象，啊，后面四个。受是你感受啊，苦乐忧喜舍的感受啊，想就是妄想，你的思维啊，行是相续相，念念不断，这个叫行啊。识就是阿赖耶识，叫本识。这四个都是心理现象，精神现象啊。照见呢，五蕴皆空啊，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没有啊。啊，在什么地方没有呢？即俗而真，就在现象里面就看，你完全是空的。
真俗不二，他就没有俗了。你以为这个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存在，就有俗。这个俗，我们中国人称为运。在我们个人，我们人有命运，在你家你有家运，在国有国运，在整个世界有世运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个人的命运，我们自己个人的命运，这是自己造作的。家庭以上呢，那就是共业，佛法讲呢，个人是别业，我个别的，家庭呢，家庭是共业，你一家有几个人嘛？那现在是小家庭，过去是大家庭，共业，过运呢，那这一国的人民共同所造的，世运呢，全世界人所造的。你说今天全世界这个金融风暴，这个地球许许多多这个一些变化，地球变暖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全世界人的功业。世运里面的功业，如果我们自己的一个人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我这一个团体跟他不共业，就不受难了。我这一个人里面的共业，我这一家人跟他不共业，我这个家庭不受难。一家人里面的共业，我个人不跟家人的时候共业的时候，我个人的这家庭如果有灾难的话，他不受。这是真的道理啊。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来，那就讲到消灾免难这个原理原则，你才能掌握到了。那晓得这个呢，我们自己先修自己。这个佛法常讲嘛，你要度众生，先得度自己。自己度了之后，你才能帮助别人。首先帮助是家。再帮助这个社会，这个地区，然后再慢慢扩大，到国家，到世界，它有道理呀。这个道理只有佛讲得透啊，讲得叫我们读了之后心服口服啊。这里的一点迷信都没有啊。所以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可以能化解六道轮回里面所有灾难。这是六道的。那是六道上面方便有一组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它里头没有善卧了，所以它不需要断卧修善。它跟我们来讲呢，它是净土，我们是秽土。六道是秽土，秽土里头有善恶，净土里头没有。净土里有什么呢？净土有染净。染净，那就不是用断恶修善了，是吧？破迷开悟。所以用破迷开悟可以能够超越四圣法界。我们这个地方是要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是超越六道，然后再破迷开悟这是那就超越十法界了，这个是超凡如圣的一条大道所以这是说明为什么叫无俗。明心见性的人，于中无有俗。
啊，这个诸佛就是我们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所讲的诸佛，《金刚经》上诸佛，他就指的是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这个讲得好啊，啊，他们没有数啊。啊，底下给我讲正觉原理数，这个正觉就是法身菩萨。啊，就是指的41位法身大士，啊，那么再可以包括究竟圆满的佛果妙觉位，啊，42个位次，啊，为什么说原理呢？这个地方也说得很好，心通无为呀，故云原理。啊，你看，这就是老子也有这个味道。也是我无为而无所不为，啊，无为是自然的，啊，佛经里面讲法而如是，啊，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妄想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，跟无为合而为一了，这叫原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三种心没有了，归到无为了。啊，妄心回到真心呢，还是这么一个心。真妄不二啊，啊，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啊。那为什么在凡夫上有真有妄呢？凡夫迷了，迷了就变成二，觉了就不二了啊。觉了妄也是真啊，迷了的时候真就变成妄啊。所以说实实在在话，只有迷雾的差别，除迷雾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佛陀教化众生。啊，总的目标呢，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教我们断恶修善，啊，离苦得乐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教我们先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个里面的境界不好，这太苦了啊！这个苦受得很冤枉啊！因为什么？它不是真的啊，真的那不冤枉，它是假的啊！啊，什么时候你一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全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原理是利妄想分别之主，啊，无为是发现，啊，一定要晓得，啊，真心是发现，妄心也是发现，啊，是一不是二，啊，但是它原理。凡夫起作用肯定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，不起作用的时候呢，不起作用说妄想分别执着还是具足啊。我们用淫贤来说呢，不起作用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赢了啊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，这个中庸里头也讲啊，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，这叫中啊。发作的时候呢，
发作的时候要有节度，就是不要太过分啊，发作是要节，用礼仪来节制啊，不要过分，这是世间法了。佛法呢，佛法是就叫你要把这个东西断掉，先把它控制住，然后要把它断掉啊，觉悟就没有了，迷的时候就有，悟的时候就没有。所以这隐性啊，隐的时候自己也晓得本自具足啊，慧能大师讲的现前的起作用的时候呢，就是能生无万法。这如此而已，这个真的就是把事实真相啊跟我们说出来了啊。那么总的来说，有分别有执着就有束缚，无分别无执着呢就没有束缚了。佛法里面讲凡讲圣差别就在此地啊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啊。这幕后讲呢，是佛真法，这入佛境界，入佛境界就成佛了啊。后面这四个字是清凉大讲双界能所啊，能所这是一双，在此地讲总结，就是总结能所不二啊，能所都不可得啊，能是空的，空寂的，所也不存在啊。能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，所呢就是我们讲的一真法界啊，十报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啊，跟这个凡圣同居土里就六道轮回，这是所啊。能现所现啊，能现不可得了，所现当然是假的，哪里会是真的啊？这叫真正的佛法了。我们再看底下一首，如来光普照，灭除众暗明，是光非有照，亦复非无照。你看他此地用的字，用的这个文字啊，要细心观察。前面在讲祝福，现在讲如来，啊，为什么不说诸佛呢？要换个如来呢？啊，这在佛法里，凡是讲诸佛是从相上讲的，凡是讲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它有这个差别。啊，从相上讲，我们跟诸佛是有差别；从如来上讲呢，我们跟诸佛没有差别。为什么？从性上讲嘛，啊，我们同一个性嘛。啊，这是自性啊，般若光明啊，普照法界。啊，灭除众暗明啊，这个众是设法界有情众生啊，不仅仅是六道啊，啊，设法界众生都要靠佛教化，都要靠佛戒引
啊，都要依照佛的教诲呀、啊，去修行正果，啊，破迷开悟。啊，所以诸佛如来，啊，这讲见了心的人，啊，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都是十法界里面的导师，啊，给一切有缘的众生，这个有缘是生生世世。来做引导，啊，不管是善缘恶缘，啊，只要是跟这些人有缘，啊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有困难了，你就求佛菩萨，他有感应；你不求他，也有感应。啊，有求他，叫显感。我还没有一些念头来求他敏感啊，他来应呢，应也有显应，有明应。显应是清清楚楚，你感触到了啊，这他来帮助我们化解问题了。明应呢，啊，你的事情就困难的事情，哎，很容易解决了。他在冥冥当中帮助你，他帮助你使你没有能感觉到，这慈悲的基础啊！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！这我们求佛啊，那不相信佛的人有没有感应呢？也有啊，给什么人感应呢？也是给他的有缘众生，啊，那个有缘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，那他跟他起感应，啊，善，跟他的是善缘起感应，恶呢跟他的恶缘起感应，啊，所以善他会变得更善，恶他会变得更恶，这感应的道理啊。都是真的呀！啊，你只要很冷静、很细心去观察、去体会，啊，这个东西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周遭，啊，我们从来没有断过，都是有联系的。啊，那么学佛的好处呢？就是跟冤亲债主这个感应的时候啊，是有，但是我们不缘他了，我们念头不在他那一边，啊，所以他那一边就比较很薄弱了。我们跟佛菩萨的念头很强烈，啊，都是有缘嘛，那你跟佛菩萨很强烈嘛，那佛菩萨的缘就先现前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他不修佛的时候，那冤亲债主那一边的那个力量强啊。啊，所以你总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这个里头绝对没有迷信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贤首大师啊修华严奥旨、望境还原观里面啊，真的。体会了很多重要的关键的问题，得到答案了。啊，这个真是不容易。啊，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缘分，啊，这个门打开了，啊，让我们对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不再怀疑了，啊，深信不疑。确实它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前这个灾难的社会当中平安度过。
这一篇文章啊，我还常常在看啊，越看呢，就觉得我前面讲的不够圆满啊，不是我有意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我们在讲的那个时候，就是那个境界啊。你在几个月之后呢，这境界又提升了啊。那个时候没有看到的，哎，现在又看出来了。越看越深，越看越广，越看越有味道啊。那从那是修行呢，真正帮助我们修行了啊。回头再看，再读华严经经文啊，我们所尝到的法味不相同了清凉大师在这首偈也有注解啊，我们看后四千相显理，这个后四就是从第四首如来光普照这首到下面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啊，这四首讲什么呢？叫千相显理啊，相是四相，理是性理。